我站好了，各位站好了，各位听好，现在不是本县升堂，我山阳县衙，今日作为金銮宝殿而三省有幸。各位现在都是朝廷大臣了，面对皇上要懂点规矩啊！是是是是是。这又出皇上了，咱们进去看看。这都站好啊，站好。哎，何大人，入班吧。我，哎，入班呢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和珅有事要奏，讲，不要啰里啰嗦，家产不清。这位是谁啊？本县汤县令，是位横竖不吝的书呆子。奴才奉亲命捉拿要犯叶莲花。哎，你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是这么下令的吗？你是说乡请？是是是，我说的是乡请，没说捉拿啊。一是为了保密，二是为了免使地方骚然。免使地方骚然？嗯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命令一下，我们这小小的山阳县就拘了几十批呀、啊，弄得我整个江北县，一共有几千几百老妇少女被拘，弄得衙门里是哭声震地，衙门外是沸反盈天，人们都说皇上要招美女入宫了。啊，要光招少女也倒也罢了，那些老太太们三四十年前是不是美女还不知道呢，把他们招来干什么呀？哎，皇上，您冤不冤呢？冤冤冤。哎，汤爱卿，汤爱卿，你让何大人把话说完，你不要打断他啊。遵旨。他、哎、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要是再信口开河，我还是要打断你啊。说呀你、哎，让你说你又不说，你想抗旨是怎么着？我说，启禀皇上，奴才奉旨追捕要犯叶莲花，中途遭到了淮安匪类的阻击。什么匪类？人家家里的是迎亲，你带着队伍硬冲，又打又骂，把迎亲的队伍快打成出殡的队伍了。哎，皇上，这要是您，您能容忍吗？嗯，这不能。皇上声明，你可不要再颠倒黑白了。好，你说，你说下去。好，启奏皇上，奴才以为应加派人马将匪类一举荡平，立即调漕运总督标兵三营、河道总督标兵三营，在淮安一带拉网搜索，拿下叶莲花。不行，皇上，他这样做可是官逼民反呐！你别让我说话了。哼哼，这位县太爷有点意思啊，别忘了提醒朕，进京以后调他进督察院供职。叫个纪大人再收拾收拾他，恐怕纪大人也容不了他吧？那不就更好了吗？省得那纪大人再老跟朕炸刺儿，咱也找人收拾收拾他。是是是是是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和珅，我今儿个坐在这儿，我要说话，你听不听啊？听，你坐在这里，我哪敢不听啊？哎，好。第一，立即通知各地。所捕老妇少女一律赏银放还啊。第二，调兵捕人之令不妥，驳回。你好、哦、我看你如何收场。都大胆，你竟敢咆哮公堂。我跟他说话关你屁事，你给我走开。大家听听，跟皇上说话竟敢你我他的，这成何体统？哎呀，你们都瞎了眼了，以为他真是皇上啊？哎，皇上岂能有假？别吵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个假皇上。好啊，和珅，你竟敢当众废立君王，谋朝篡位！告诉你，有我姓汤的老爷在，你这是痴心妄想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我，你想谋朝篡位？
别看他县太爷现在以假为真，他的耿耿忠心可是真的。哎，没错，是个大忠臣。哎，对对对，忠臣忠臣。和珅真把这戏唱砸了，该咱们出场。哎，是是。嗯，别吵了，赶紧。皇上，你可来了！奴才何时叩见皇上？等会儿，没弄清楚瞎磕什么头，啊？我们已经上过一回当了。他一转脸说那个是假的，再一转脸又说这个是真的。我们又没见过皇上，我们谁知道谁真谁假？皇上，你得说句话呀！请问二位，哪位是真龙天子啊？那汤大人，依你之见呢？我没见过皇上，我哪知道啊？嘿，你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啊，你看清楚了，眼前正是人中之龙。你说的不算。那既然你们俩真假不辨，那么下官就不客气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啊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吧。哎呦，我这下去吧。别人说的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你自己指认一下子啊！你，还我红利，还我红利！别急别急，撒手撒手啊！红利是不是？你自己看。看牲口似的，他呀？啊，对，他是谁？快说啊！他是皇上啊！我就说嘛，这才是我们家红利呢。皇上，你看他这个是，真是。皇上，我们还认错吗？皇上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那咱就回扬州吧。好，那咱们就回扬州。怎么又来一个？怎么又这个？今天该在的都在了。天大的风波也是因为我而起，今天来了，我不想因为我让别人受伤害，更不想牵连别人，所以我来了。什么样的罪名我来承担，该死该活我认命。唉，好样的，莲花妹子，你真漂亮。别说他们喜欢你，大美我呀今天就认下你了。要活咱一起活，要死咱一起死。大美姐，我说的不错吧？大美她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她现在事情已经明朗了，水月莲花扇是黑扇神医一脉相传之证，现在朕发还你们，你们一定要用心的收藏，不得随意示人。朕与莲花兄妹相称，就不必按照旗人的规矩改称格格了，就称玉妹吧。大梅啊，你既然不反对这桩婚事，朕就做主赐婚了，你们在家里的名分自己定吧。红丽，你也不能因为娶了新人就委屈了大梅格格呀。赵婶，你养育莲花着实不易，你是他们的长辈，就让他们三个一起孝敬你，朕也另有赏赐。小黑，这请便。寒江第一堂改名林济石大药堂，以表彰林太医的耿耿忠心。
这是朕亲书的新匾，连同药房一块儿也赏赐给你们，全当贺礼了。红丽大梅，你们可以回去准备迎娶了。哎，赵婶和莲花今天不必走了，东西两个小院都收拾好了，小黑小白会伺候你们，可以下去了。民女告退。这你别下去吧。小民告退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此事就这么了了？您心里完全踏实吗？皇上，有话你说吧。凡是牵涉到此事的人，万不可疏忽，哪怕蛛丝马迹，也会留下心痛的。奴才已经答应过一次了。